朝鲜煮米肠，哦，好黏糯。一点都不腥不腻，黏糯黏糯的。各种肠，蔬菜肠。好噎得慌。鸡蛋肠，鸳鸯肉肠，各种肠，网红肠，这啥肠？蔬菜肠，好吃。啊，这我觉得叫黄肠。这个是鸡蛋肠。嗯 ，Q 弹 Q 弹的。这个是蛋黄鸳鸯肠，你们来个蛋清鸳鸯肠吧。这是有肉有鸡蛋清，太尴尬了。